喝点蜂蜜水吧。喝什么喝？赶紧把桌子给我退了，听见没有？这是我妈给我买的生日礼物，我不退。行，你不退我退。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的啊？我在外面辛辛苦苦挣钱，你倒好，这一万块钱说花就花出去了。怎么着？你以为在你家？我告诉你，你少把那大小姐臭毛病带过来。这花的是我妈的钱，又不是你的钱。你要想退可以啊，麻烦你亲自跟我妈打电话，说她这是在乱花钱。阿姨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对她的，会让她幸福的。哎呀，妈！阿姨，哎，妈！妈，她对我很好，结婚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，只要我们相爱，房子上的彩礼什么都不是问题。笑笑，妈是过来人，你听妈的话，你们两个门不当户不对的，以后会有数不尽的麻烦。贫贱夫妻百事哀，你懂吗，笑笑？更何况，他背着我偷偷娶了你，还怀了孩子，这不是一个负责的男人做出来的事。妈，我们是真心相爱的，只要他对我好，其他我都不在乎。笑笑，父母要你嫁的人，你可以选择不嫁，但是父母不要你嫁的人，一定不要嫁，你懂吗，笑笑？笑笑，你要是选择了他，就别再进我这个门。我必须二选一吗？对。笑笑，果然父母说不能嫁的人是真的不能嫁，我当初真是瞎了眼看上你。既然回来了，招呼不打一声又要走啊？妈，好了好了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走吧，先回家。来，坐吧。来，笑笑，喝杯水。妈，不想说就不说了。还没吃饭吧？妈给你做饭去哦。饭好了，都是我爱吃的菜，快吃吧。做的这个麻辣香锅太好吃了，口感薄辣，酱香味十足，比外面卖的还好吃。好吃吧？我是特意用了这个酱香香锅料包，用它做出来的味道口感鲜香，好吃过瘾，而且配料表特别干净，老人小孩都能吃。对了，现在直播间有活动，9.9发三大包，超级划算。嗯，那还真是又好吃又划算。妈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。傻孩子，哪有父母真生孩子气的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，妈在呢，别怕。妈，你来干什么？我们家不欢迎你。妈，我来接笑笑回家。回什么家？回哪个家？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笑笑就这一个家，那就是我们老唐家。妈，我知道错了，当初他不惜跟我断绝关系也要嫁给你，你就是这么对他的。妈，我是真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，我一定会好好对笑笑的。笑笑，帮我说句话呀。笑笑，笑笑，笑笑。一个女人在家庭里连最基本的爱都感受不到，这样的婚姻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？早知道你会变成这样，我就该让他不要嫁给你。妈，妈，你，哎，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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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快走。